我哪有这个烧麦？你若看迄面皮遮了吃，十几层啦。我面条会较无啊。哎呦，你要食你哦！哎呦，见面就骂我来啦！太闹了，我唱歌。专门在唱歌，无变啊，要脱你舞哦，你敢脱？哎呦，我切卡真的讲也对。歌你拢乌白唱，乌白好听。真的、啊，多谢。十岁的时阵，十岁的时阵开始伫北投，已经落来北投啊，受人客侮辱。什么侮辱啦？受人客甲伊点唱。你即摆是咧甲阮翁仔某苦劝面？我是感觉恁两个咧，每遍见面都爱打啊，恁两只敢那牛共款啊。啊你咧？你够啦。问稍微有卫生、有水准的，对，有气质的，哦，有气质的，是。哎、啊欸，请问江慧小姐，你一向都喜欢穿什么牌的内裤？这样子，卫生啊！你人哪、啊，你哪？安怎啦、啊？啊，人家生未出来啊，用刀的你，啊，你要用剃出来不？你今仔看来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动手。我叫拜妹妹，是啊，你对今天跟他欧巴上的有够拜，啊，你这是什么型的？哎呦，惊死啊！那面皮，我哪有这个烧麦？你若看那面皮这样吃，十几层啦。我面条会较无啊，真的，身体无条啊。你的人哪、啊，你哪？安怎啦？啊，人家生未出来啊，用刀的你，啊，你要用剃出来不？你今仔看来什么意思？我怕你动手，怕我动手来这讲啦。安怎安那？你奇怪呢？啊，要安怎嘛？不要紧。你那是，哎呦，你要吃你哦！哎呦，见面就骂我来啦，我看见你啦，我会分红啊，是的。对。对。有够歹啦，你两个啊！啊，你偌水？你偌水？人客吼。目睭拢雪亮的啦，对不对？人唱那阵，知影我比恁较水。啊，你咧唱歌唱一拍尔，对不对？第二拍我才拼出来。拼就拼，莫喷啦。我喷啥个？喷啥个？够无卫生的你，糟囡仔人安尼哦。哦，平常心，你睁起有较瓜一丝啦。啊，你是加恁爸外油？恁爸爸毋捌看查某在笑，迄目睭无去。对不对？你目睭比蒋伟还佫较细蕊，我甲你讲实在。你迄招文太招又型啊！哎呦，有够歹啦，讲正经。你是讲出格在是种查甫的？你若做查某，我看你死有冇甚物计啊？嗯，我唔爱计，我咪算查甫的。一个来，一个甲算。今日我也生了水哦，红英红炸了，我咪福利啊，无通福利啦，我还讲实在啦。哎、欸，你奇怪呢？你规工在讲伊的代志，你来玩伊新鲜的代志。讲到伊的代志，连你都拉白油啊！你啊，你当你都比我较白心的，当你啊，你啊，你来，你来用安尼看麦。我唔敢。爱不爱不？那不用退票。不会啦，人条件不会，像敢那鸟仔卡，你叫我来用。哎、欸，结果我冇看到怎样来卡这。我嘛冇看到你那电脑卡，你嫌我的，我真。哦，你没有惊到，你莫要粗鲁啦！个电话现我诶，人个正经查某，你安尼拍来共现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安尼共看，你个小可讲啊，安尼一节一节安尼互扶起来就好，啊，只要来底安尼看，哇，像你安尼啊嘞，哇，像你安尼啊嘞，哦，你有够粗鲁，你在那里钻木取火嘞？你起码是安怎？你拜天公面。
今麦是要摊火，我们前后夹攻。救命啊！你那个，起来。麦闹啦，我唱歌。怎唔知唱歌？无变啊，要脱你舞哦，你敢脱？哎呦，我切卡真个讲也切。今仔甲你感动，心情足好。谢谢。因为江蕙是真好气一个查某歌星，今仔日江蕙唱也应该。以前伊个家境呢，真正有够歹。今仔日来咱三立公司呢，有真济现场个记者，也当场要来甲你采访。这也无声啦！哎，麻烦哎，陈记者你好，哎，这个贺记者，谢谢，我是那个三立杂志社啊，三立记者，我是三立晚报，这样子啊，娱乐组的啊，采访记者，两位好。我们哪是代表这个广大的歌迷啊，是来跟你研究一些问题。你要研究什么呢？那个你要不先问问他。来、请问江蕙小姐，是你的三围有多少呢？你是西装店的是不是啊？问他三围干嘛？就是啊，三围这个是因为他的三围就是28 28 28。一共是38，这好像是高速公路哦。啊，28 28 28，哦，快车道啊！当记者怎么可以问人家这些问题？就是啊，要问稍微有卫生、有水准的，对，有气质的，哦，有气质的。是，请问江蕙小姐，你一向都喜欢穿什么牌的内裤？这样子，卫生啊！这卫生对了，这你算你红白挂青。穿什么牌？你明的，总袂讲穿迄落米粉底下呀，穿个穿红色，你爱说好嗨呀，对不对？什么牌，对不对？迄位人客真爱听这个内裤味的，向我看到，真话一定袂歹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若像素珠啊，伊就穿金枪牌，因为金枪牌不伊的 size， 金枪牌是穿的，卡在穿的，不是金枪牌。下面啦，这个等一下再回答你呀，私下再回答。啊！这什么牌？你几种尔？你都甲讲讲的，你无可能伫夜市啊买十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啊啦，仙桃牌啦。仙桃牌，仙桃牌是咧食胸坎的，那是咧有做穿的。我来演一种翁，伊来演一种翁，啊，互看卖。啊，我算你的大翁。头一个就对，算翁王过来换我就对。哦呀，你取笑，你换我袂得啊！回马。弟哥，你回来哦。恁翁呢？恁翁就爱叫安怎叫？心肝。什么叫心肝？你个鬼是叫我弟肝？我要来叫啦。我等下要食饭，你这个型的煮饭来好食，恁爸不相信。啊，这个人是安怎？到今麦几点还阁唔回来是安怎？遐回来要甲拍死哦！我要气坏你。太太。哇！今麦惊死了无啦？明仔载做阿头拢要来，啊无跳一间餐厅，讲安怎？讲我这会使啦，一礼拜五十，啊，伫中钢公司，佮叫我去上班。对啦，中国钢门公司啊。我嫁你这个翁哦，我来甘愿嫁迄落迄个罗马翁，我甘愿。啊，这种丑态啊，你啊。两位大哥好。你好。这歌你拢乌白唱，乌白好听。真的，多谢。这人的时机啦。十几年累积下来的成绩啊，不是安尼啦，大家无大家无气嫌啦。有啊有啊。像阿兰讲，伊较早伫北头也受过苦。对啊，咱报纸要看什么可怜姐妹花较早。十多年前啊，十多年前。十岁时阵。十岁阵就开始伫北头，就已经落来北头啊，受人客侮辱。你侮辱啦！受人客甲伊点唱。无啦，受人客侮辱，我唱了好多啊，无好人客就冰刀啊，就破酒啊，毋是受侮辱。无啦，你也讲个清楚。做了，唔知人想讲我是咧做啥。查某，你看啊，足型的，迄条型安尼哦。唔是啊，你讲我拢无清楚，来讲清楚。我讲安尼是歪你对，我本人都无歪啊，你是咧歪你对。好啦，好啦，安尼。你即摆是咧甲阮翁仔某苦口面。我是感觉恁两个咧，每遍见面都爱打啊，恁两只敢那牛共款啊。啊你咧？你够啦。啊！我讲的话就赞的，啊！伊个啊，翻你个啥物啊？侮辱啥物话啊？敢那意思翻你啊？我的人敢袂讲种话咧？
啊，你家己有在想，我白想啊。我骗查某啊，我看就知影。我看你这两块高，我就了解啊。安怎？安怎？啊，要安怎嘛？不要紧，我查某对不对？我是惊人家讲话尔。平常心讲，这个江辉就较早就赚足侪钱啊。没有啦。伊卖讲，伊起码成名较早伫北投的时阵，安尼好，迄人气。我穿的较早，初初打出来阵。嘛是我主持的，迄阵高雄拿波酒，迄阵向阳穿咧穿长衫长裤啊，哎对对对，迄阵啊，迄是真正，他不能看到咧，啊，别安怎，别想讲，啊，即阵好，表个，是安怎啦？我穿安尼是有个唔对哟啦。未歹啊，算你对心情即马有研究啊。哦对啊，算我 IQ 嘛未歹吼。我是唔知你 IQ 好啊歹，迄无就爱问红英红啦。欸、你奇怪，你才规工咪讲这款代志，拄着伊吼，无特别无讲。奇怪，你奈逐摆拢会当拄着我。哎呀，请问你是用要用什么物件来拄啊？哎，你个也讲，你还敢要讲嘞？你咪真正变了。无讲，无讲到。但是这个工会事业真顺势啦，是这个爱情敢那较袂讲真顺。我起码二十几岁啊，也无一个结婚的对象。啊，我都无法度啊，啊，就规工咧外口作秀啊。对啊，根本就无时间呐、啊。你骗鬼，这种也得个时间。你是讲我搞劲啦？他爱多几种啊呢？啊，他哪一种类型的男人？你家己本人对翁有体贴无？我感觉我袂歹啊。你袂歹？是啊。安尼好啊。甲、一旦讲，我看你嫁翁，后过啊，你的忍耐度，甲你的个性，是毋是会幸福？啊，是毋是会顺调？安尼来试看卖就知。要安那试？我来演一种翁，伊来演一种翁。啊，红看卖，啊，我算你的大翁，头一个就对，头一个就对，算翁王过来换我就对了。哎、哦，你取笑啊！哎，我本来要叫白啊，这轮回不轮回啊？第一讲的这个古早笑话。我真正交到你，我还佫叫翁王哥哥呢，对不对？亲戚来看，那伊叫我阿叔，迄就乱了。哎呦，阿英红，我嘛叫做西公啊。好，慢慢讲，来讲你目前的翁就对了。起码你来演，就是演一个太太。我演太太啊，翁婿转来了后，甲伊讲一寡这种哦，夫妻之间的话，啊，伊的翁甲我这翁，你做一个比较，啊，你就对了。嗯，好，来，哎，来，啊，今麦开始哦。哎，你换个袂转来。回吧。弟哥，啊，你转来哦。你当作恁袂看弟去拍面门啊，弟哥。恁翁呢？恁翁就爱叫安怎叫？心肝。什么叫心肝？你个鬼是叫我猪肝？我要来叫啦！你做鬼红事？啊，恁翁有名？你永暗时咧叫迄个什么名？阿亮啊！好，安尼对。好，阿亮。阿亮，你转来。啊，安尼。好啦。搁转来一摆。啊，唔捌嫁翁啊！恁爸是唔捌娶到这种的。喂！阿亮，你转来哦。我转来是明，明的恁爸搁出来。妈呀，你喏，啊，你是要先洗身躯还是安怎？什么？啊！你当作恁爸当来要洗身躯的？我是要先洗身躯啊，安怎？啊？无。啊！你意思唔是只拢等恁翁倒当安怎的？啊！啊！恁爸唔怎拢无头路，自己干唔干想安怎呢？哦，老师，卖生气哦。你过来。啊！忙甲手气拢歹。无，我食饭啦，好不？食饭。恁爸伫大饭店食饱，我当来要食饭。你这个型的煮饭来好食，恁爸唔相信。是那心情歹，是不是啦？恁爸心情哪歹？心情歹，恁爸换新的。心情啦。心情好歹，你煞袂用看面色。啊，你都讲出来，我也知。那这摆是变。恁爸输掉。你搁讲久了啦。妈呀！你搁笑的啦。你这真正话，你互恁翁拍死的。恁翁都真正无对啊，倒转来就咧砸啊，你搁讲久？咱来讲句，咱来即期讲，后期还阁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若有想安尼上好。系啦。即摆欠租头足侪钱。嗯。明仔载啊。嗯。还有一间酒家头家讲，真爱讲你来去上班，外省去上班。嗯。讲袂歹赚，要省五十万少啊！你省来一礼拜多。一礼拜出租就对啦。嘿，一礼拜，但是我卖敢讲，啊，你转来你也卖讲我听。算了，这个翁我就不爱嫁，你出卖某的。啊，你有爱这翁啊？恁翁啊，要叫你安怎？你当然来啊。哦，啊，这种翁你卖嫁。我不爱。哦，不爱。太死人啊！哦，等下大家来一讲讲，来看伊的面相。我不爱啦。好，不爱，来换，啊，种翁试看卖，吼。
啊，这个人是安怎？到即马几点啊？还佫唔当来是安怎？遐当来无甲拍死哦！我来试看卖。太太，哇！你莫惊死好无啦？歹势，较车啦。即马几点啊？佮伊看。你用车转来佮咱家哦，爱搬三班的公车了。哎呦，你要看我嫁这个翁啊，敢那啥个？哎呦，太太，你太安尼讲啦，啊，要穿洗身躯无？你是比较做洗身躯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敢等下看这句话，是不是？啊，奇怪嘞，你。好啦，我是讲爱对你体贴温柔，啊，无卖洗身躯食饭好。你是当作我饭桶了？你敢一天敢要叫我食饭？你是一天哦，你都用到小换一个啦。太太，不是洗身躯，就是食饭啦。不要对我那么凶啊！我对你好好哦。我下班回来还是买欧米亚给回来给你。欧米亚给我，我怕你不幸福。是讲哦，你唱歌看我都用着。你老麦想安怎？麦哥想按怎？什么叫麦哥？你嘛干嘛讲伤大机？我免换手机嘞啦，吼。唔免啦。太太，我知影你讲久啦，剩遐多钱啦，明仔早头拢要来，啊无跳一间餐厅，讲安怎？讲我这会使啦，一礼拜五十。你啥物物件讲清楚，我听无啊。讲啊都，啊都中钢公司讲叫我去上班。对啦，中国钢门公司啦。啊都好啦。算了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啊都坐我头来吼，可怜我一礼拜我来去帮谈啦。我算了，我嫁你这个翁哦，我来甘愿嫁迄个罗马翁，我甘愿。啊，这种丑态啊，你啊！啊，你到底要对对种的？我是讲你讲得唔好啦。我对这种的。但是你两个吼，我算可能算你啦。啊你，靠！算来算去算你种的。不然你闲个呢？哎呦，哎，买什么闲的？闲别嘞，我较大机嘞。我家你嫁，嗯，唔茫看伤悬。这样子哈。也阿麦看伤低。对，低一出啦，佮爬起迄站安尼都好。啊，是变哪算？普通啦，唔能得靠你介意啦。啊，这样子啊、哦，到顶久都有感情啦。